高级公透台碎片啊，不是我要的，这些都扫描过了。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到底扫不扫得到？我用凝滞枪让它定下来，我去扫描它一下好了。哎，没打到，回去预测它的，哎，没有，都太远了是不是？那靠近一点。哦哟，哦哟，哦，打到了，打到了。哎，可以扫描了吧？电鳗，哦哟，我靠近太靠近它是不是会触电？会不会死？不管，先扫描完再说。电鳗，哦，这里好暗哦，实在太暗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看一下电鳗哦，电鳗也是肉食者哎，哇，好啦，不理他了啦。我怎么觉得这个星球的肉食者有点太多了？不是说肉食者会通常会比草食者应该会比肉食者多哦，不然哪够吃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就开着船，我记得那个往下沉好了，在这附近找看看，看会不会有我要的东西。哇，这些电鳗好多哦！哎，它让我的那个海儿号有点秀抖秀抖的。哎，是不是这一块？这一块是不是我要的？哎呦，先不管，先扫描。独眼巨人船体碎片找到了！我在外面游了这么久，找到了！我可以盖独眼巨人号了，是不是？我不确定是不是润滑剂三个，陶瓷玻璃三个，塑钢锭三个。润滑剂没有三个啦，签三个。高级接线盒，高级接线盒是什么东西？我能做了，现在有点开心欸。高级接线盒要银，然后金，智能晶片。好好好，回去准备一下。哎，能做了，能做了，各位。期待已久，终于要诞生了。Welcome aboard, Captain. 回来了，太感动了！我带着我完整的独眼巨人号蓝图，不是这里。我现在来积极打造一下独眼巨人号，对不对？润滑剂一个，我带很多个，我可以打造两个。哎，还有什么？塑钢锭三个，玻璃先哦，陶瓷玻璃要三个哎，所以我要去找潜行者的牙齿，这样才做得出来。先做接线盒好了。秋风东西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目前就差一个塑钢锭和三个釉瓷玻璃。那目前玻璃也有三个，就差潜行者的牙。然后里差一个，这里也有太定了。哎，看来独眼巨人号今天要打造出来好像不是什么问题哦。去找一个里，把几个潜行者的牙齿就行了。哎，那个里要去哪里拿？哪里比较近？我的里，走这好了啦，走这，走这。潜行者，你们掉牙齿了没有？你们掉牙齿了没有？这里有没有潜行者的牙齿啊？啊？这里有没有潜行者的牙齿？我记得潜行者的牙齿好像都差不多掉在这个海沟里面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啦。他们很喜欢咬那个……哎，这个是不是蛋快要孵出来了？这会不会就是潜行者的蛋呢、啊？哎咻哎咻，海沟，潜行者的牙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果然就在这附近嘛。他们很喜欢玩这个，我被咬了，我被咬了。我想说他们很喜欢玩那个废弃金属，
那个摇一摇之后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刚才忘记补水，回家忘记补水。哇哇哇！找到三根潜行者的牙了！哎呀，有有有，那样玻璃就够了。我这样再去找一点锂，锂的话应该要离我的中心点远一点，对不对？才有机会。这里应该有机会哦。这个海沟，在这边找看看。那个，因为我的水也不够了，而且我也不想漫无目的的找，我回家用扫描器来扫描好了，不想漫无目的的找，回来用扫描器来扫，嘿嘿嘿嘿嘿，先补点水再说好了。哇，扫描器还可以扫到黑盒子哦！没有能源了，下回。什么鬼东西啊！扫描着，能源就没了。即便是晚上也不需要这样吧？赶快拿一些生物能源放上去一下啦，太夸张了！扫描，能源就没了啦！好，赶快！瞬间激活你，好不好？哎，真的有一个黑盒子在这附近哎，有点神奇哎，那个黑盒子，这个范围能不能再远一点？工作台未功能，对不起啊，那个能量还没供到这里来，能量还没供到这，太扯了。本来想说回到家里用扫描的就好了，看来还是要靠自己哦。家里没电，太久没补充生物能量了。去远一点的地方应该就可以扫描到了吧？我往这边是什么地方啊？好，船头这里应该有机会。哇哦，有了，发现了。想不到这边的锂还蛮多的。刚才就在这边拿到很多了，想不到还有漏网之鱼，以为已经不会有剩了，再多拿一点好了。回来了，独眼巨人号，这一次一定可以成功。喂，材料先打造那个什么玻璃，釉瓷玻璃三个。还有最后一块的塑钢锭，有了，什么都有了，好不好？我再看一下是不是还有缺东西，没有的话我就要真的去打造了。全部都绿起来了，太好了，我要出门了。哦，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打造吧。不过我有点害怕它不行欸。哇，这个撞过去一点，面对另外一边好不好？面对大海，不要面对设施。我直接冲撞他一下。喂，哦咻！有，他这边撞开了，好，可以了，载具舱。就这样随便乱撞欸，太好笑了。来了，载具，独眼巨人号，等一下。他说什么？需要在更深的海里建造。哦，这边太浅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有这种事哦。啊，那我要去哪里建造？那把这里继续把这个往深海里撞吗？我撞！我好像白痴哦，这个载具舱要怎么才能做啦？不要像个白痴一样一直推载具舱，要动力电池钛锭哦，动力电池还要一个动力电池哦，真麻烦。动力电池需要一个电池，两个电池，一个细胶。好啦，先回去。哇，真的是
阻止我欸。我的独眼巨人号这么伟大，竟然被人阻止了。两个电池，一个细胶，来，动力电池，还有一个钛锭嘛，对不对？我想不到钛锭需求也蛮大的。好了好了，都有了。想不到，哼，他还会嫌我距离不够。这里海太浅了，那我去哪里好？去那个这个好了，海沟基地入口那里的，我记得那边的水比较深一点，应该就可以打造我的独眼巨人。哇，那我海虾号要走过去啊，不就很远？海虾号你也很辛苦。这里应该可以了吧？这里应该够打造了吧？够深了吧？好，我在这边打造，不要阻止我，不要再阻止我了，好不好？如果这个可以回收，我是不是就不需要？可以回收，我就不用再重做了嘛。省下来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哦，去深海一点就好了，省下来。我现在要勤俭持家，好不好？这里的水应该够深了吧？应该够了吧？好好好，就放在这里好了。哎咻，在这个海草堆里面。来，丢出来了。这里应该够深了吧？使用建造我的独眼巨人号来了。哦呦。好大招哦，好棒哦。我要不要试开一下独眼巨人，感觉好伟大哦。入水了，等一下我下去看一下。入水了，哦呦，好大招，好大招，好伟大，好伟大。那个登上独眼巨人号。好，我登录进来了。Welcome, Captain. 哎呦，这是地下二层，这是发射舱。那上面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爬上梯子啊，爬上来之后呢？这里可以升级。哇，造访升级控制台，它有六个部位可以升级。能升级的东西也蛮多的。这里还有动力电池。有阿鸟尾，有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很多海草在这里飘。发射啊，诱饵发射器，哇哦！它不止它动力电池好多个哦。哦呦，这个还可以直接在这边升级太威了！独眼巨人号哦。不枉费我辛苦这么久啊！这个是什么？打开。这里可以直接让海儿号进来，是不是？五载具停泊，好像是。哎呦，好像不错哦。我要不要试开一下？哇，引擎已关闭啊！开启引擎。Powering up。引擎开启哦。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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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它目前只有500公尺。哇，引擎还可以开大开小，配备无声航行。哇，这是什么无声航行？哦哟，无人摄影机在龙骨。还有哪里？循环摄影机、望远镜、螺旋桨、龙骨。哇，还不赖。好了，先不要用，先不要开，好不好？关闭引擎，先退出，先把我的海儿号开到里面，然后离开这个海草区，好不好？这个海草区实在太好笑了。我的海儿号，海儿号，你在哪里？海儿号在这里，离开这个海草区。
把海儿号开进独眼巨人里面，这里，开到里面去。哎咻，哎，哇，开舱嘞，进去了。哇，哎，好棒哦。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我只是单纯觉得很帅很棒。那我开往家里面开一点好不好，开引擎，引擎启动，咚，然后往这边开一点。哦呦，家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就把海虾动力号移到里面来。太好了，还可以喇叭哎。哦呦，好威，好爽。好了，我觉得不能再往前面开了，再往前面开好像容易撞到。不能再往前面开了。好，我先停在这了。我目前这一个也只能下载到500啊，之后要慢慢增加动力，增加它的那个下潜幅度。哦呦，哎，其实这可以直接拿哎，哎，真的可以哎，那是存在哪里啊？存在哪里？你存在哪里？存在手背里面是不是？哦，哎，快要到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很快就可以让独眼巨人号，哎咻，来，哎，在这，搞错位置哦，再来一次。